因缘亲情啊，来自有因哦，万境离合啊，来自有缘呐。大家人这个道理呐，知影？这种亲情因爱，咱也会当看清楚，这个爱就化成为大爱啦。实属人看无清楚呢，对啊，这个抒情抒爱，因因缘缘，点点绵绵呐，那都无了。生死分定嘛，这因果啊，就无法度通好脱离。所以咱大家人学佛啊，因当然真重要。常常甲大家人讲，感恩心哦，真正爱感恩。时时感恩，事事感恩，人人感恩，空大无边呐、啊，平等呢，就是爱有这个感恩心。但是呢，那是抒情小爱呀、啊，就是你情我断啦，断未来，我会。完咯、哦！咱若有一个开阔的心胸，事事感恩，人人感恩，这叫做大爱。也咱那是啊，有占有的心，那欢欣为受啊，那就是完的代志，都真多啊，应该完呢。敢那是伫一个界线，茶壶里之间这个观念啊，亲情啊，生落来天下的啊，天下人人敢毋是一家亲啊？咱一天地众生万物共生心呢，所以天下。都是拢咱的亲人，有安尼的想法，这天下的，敢是真温暖呢？情嘛，哪要讲情啊？久长情啊，旷大爱啊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还佫有无数以来，咱觉悟的感情。这叫做菩萨情，不舍众生啊，来来回回都是为着这份情，那就是各有情哦。所以各有情，各众生的迷情，嘛是同款，在一线之间呐。那那一点啊偏差。那就迷情咯，那来自于有因，真真正正，拢是因缘果报中。因缘，咱若是看清楚，人人都是各有情者，人人呢就是咱所感应的对象。所以看一清楚，只有因。大恩大爱，只有情，就是各有情。这种的清净的因呐，这是咱爱真清楚，会当保存着这念的，无有污染清净的因，啊，咱就袂去做着万净的。世间有缘的来到顶嘛？那这个大自然的法则，咱都要看清楚嘛。偌久的因缘，
在人间，咱就疼惜这份缘。缘啊，真啊，咱就是用心祝福啊。姻缘，好缘、歹缘，歹缘呢，就是缘，就是真分。也那好缘呢，彼此之间就是感恩，所以咱来到人间要提高境界啊，唔通去结着歹缘呐，歹的缘来，将来来生啊，还是同款延绵不休啊，是苦不堪哦。所以这就要看人到底是跟人结的是什么缘，不如结一个呢清净缘啊，来生来世同心同道同志愿啊，同款是在菩萨的眷属中。那阿弥呢，好的因缘，那这就是咱永恒的伴侣，甲咱同齐斗阵作伴，为人群、为众生去付出。你想，这敢是咱上好的缘呢？所以咱人人爱修缘呐，人人呢爱保持着这念呢清净的。所以咱一定呢，都要讲忏悔啊，忏悔，不断的忏悔。所以，即马阁落来这段文啊，地主众顶啊，处福忏悔，贪爱之罪啊，经中说言，但为欲果。观在此啊，物性殊好，目的灵出。这段文，捌字的人来看，拢清楚咯。过去咱既然不断不断地咧忏悔，完啊未啊，没完呢。所以人爱搁在处福忏。咱现在搁忏悔的呢，就是贪爱的罪。这个贪爱的罪孽啊，实在是无量无边啊！敢那一念贪心起啊，百万数千障碍的门拢开啦。所以经中啊，都是安尼讲，讲但为欲。只敢那为着这个贪欲念定啦，所以咱永远拢关伫迄个痴啊，因为有贪啊、起嗔啊。那当然呢，就是因为这念的无明，就是痴。这个痴啊，好亲像一个罗啊，同款呐。咱伫现在的社会，哪有犯罪呢？入去到罗格的内底啊，都不得自由咯。所以，咱凡夫啊，就是敢那一念无明生三世啊，境界为缘中六初开始呢，这个初相的境界现前呐、啊。咱迄个内心啊，迄、那个痴念啊，就不断产生无明呢，来看世间；无明呢，来看人间呐、啊。用这个无明啊，在这个人甲人的中间，对啊，无边无际的世间里。甲无量无限界的物质里，你想，在这中间天地啊，
空间人与人之间这么真开阔，咱到底呢？迄、那个无明啊，去做着什么物件？所以，互咱呢，生生世世真侪障碍，生生世世呢，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不断伫咧起烦恼，生生世世呢，唔知何去何从，由不得咱自己啊，一世人过后。来世人又是选择伫倒位，这拢由不得自己，所以这叫做痴眼。那来到人间啊，物性殊好，拢一直伫沉溺、沉溺啊，伫迄个性殊好的内底，爱河千秋浓啊，苦海万丈波啊。这种六道轮回啊，不得出奇。这种拢是伫迄个物在生死海中，都、就是沉啊，沉伫这个生死海里。这个生死海呢，就是无边际的欲，这个欲念啊，都亲像生死海。只要你有贪，只要你有欲，这贪欲从痴迷无明开始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唔知虾米时阵才会当出离哦。一旦入这个痴恶念，在这个生死海中，到底虾米时阵会当出离？看看现在社会。这么这乱，每天报纸掀开，都是男女欲爱。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家庭啊，父母的恩情啊，请咱大教育咱成人，但是呢？只为着一个感情，会当通反叛父母，对父母呢不好，反因为仇。所以真侪人讲啊，娶某了后就无会惊啦。当然啦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啊，这呢是啊。在世间人，但是呢，有了夫妻的感情，嘛都爱顾着父母的恩情啊。媳妇友好，大家官嘛是天经地义啊。但是呢，在别个人的家庭，娶入咱的家庭来，做媳妇的呢？感觉讲，阮家的父母我较亲，所以啊，现在的人啊，拢讲嫁一个查某囝，嫁一个后生啦。啊，那是吼，娶一个媳妇啊，兼一个后生去啦。现在的人啊，家庭的中间，拢未晓想讲哦，那两对的父母啦。两对拢互相爱感恩，因为有对方、女方的父母，才会当娶到这个这么好的太太。那太太爱感恩啊，有男方的父母呢，所以才会当能得到这么好的先生。媳妇感恩。大家官，子婿感恩，丈人丈母，嫁伫人的家，都爱受人的家教。那一旦安尼啊，这个家庭伦理啦，教育都真好。也那是呢，
有人要带进来啦。开始的时阵啦，感情真好，不管啥，海会打，石会烂，绝对呢是专情要爱你。带进来了后呢，移情别恋啦。哇，开始呢，这个家庭啊，就是又是复杂起啦，变成了这个小家庭，就开始呢感情变故，都开始都个闹咯，为情争杀啦，或者是呢，伫外面的迄个情的甜蜜啊，同归于尽，真的伫社会啊，真侪都是敢那为着呢男女色情的欲，所以咱常常讲十戒、五戒、学佛啊，咱必定呢在家居士呢，就是爱持守五戒，但是伫咱组织的团体呢。除了五戒以外啦，也搁都爱其他的戒。其他的戒呢，是现在的社会，酒啦、烟啦、槟榔啦，这拢爱是顾身体嘛。交通啦，参加各人哎呀活动，爱温柔啦。但是呢，一个大团体的内底呢，这个家庭伦理啊。爱国再较清楚，绝对袂用的呢。对啊，这个、大人群中啦，一点啊不小心呢，可能那会去犯戒啊。所以伫咱组织内底，这个团体呢，非常的重视五戒、十戒，在五戒。甲十界内底都有一个呢，邪淫界啊。除了一夫一妻之外，男女之间呢，一定爱真清楚，有发亲，互相感恩哦。一大群的师兄啊，一大群的师姐啊，大家人清净的心啊。共同来行菩萨道啊，但是呢，都是人人心中爱清净，这种菩萨因缘，绝对呢，不是呢凡夫的迷情，一时的热情啊，投入在这个团体中，那心内还阁有迷呢。在这个大团体内底，嘛会犯规矩呢，所以希望人人呢，爱疼惜家己的慧命，这点清净的因呐，的精进，甲这点呢菩萨的缘，咱必定呐爱真清净，所以唔通呢。有这种的这个贪欲、不归的感情，感情脱归啦，那就是入痴恶的内底哦。这伫经文的内底都安尼讲咯，所以再落来这段文呐、啊，众生为是五欲因缘呐，众生。以来流转生死，一切众生历劫生中，众生啊，迷啊，就是敢那为着这个五欲，这个欲念啊，从安尼，从习都是从过去无数无数的过去。一直到现在，咱一直都是流转啊，在这个生死中，
不是拢总流转伫做人呢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，那咱看会到的啦，都有偌尼正侪种的众生，是几万万种的众生啊！寸动含灵界有佛性，咱若敢若一念错啦。这个形名啊，无一定是人的形哦。所以，伫一切众生力劫生中，无了时啦，力劫呢，就是经历了偌长偌长的时间，不断不断的无共形的身形。那那做人哦，也阁是真好啊。不管安怎受苦啦，总是呢有机会听到道理，有机会通修行啊。所以有一句话讲：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呐。难要得人生都已经真困难啦，要听到正法呢是无简单啦。不过呢，总是要有机会。也那是生在其他的畜生类人呐，那就无法度了。所以啊，咱都知影五欲因缘呐，这实在是足厉害。这个因缘呢，那受染着啦，都真麻烦咯。各位，学佛啊，真正咱爱好好呢，顾好咱的心嘛。这个因缘亲情来自有因呐、啊，这念因呢，爱顾好清净呐、啊，万境离合来自有缘呐、啊，咱缘呢嘛都爱清净缘呐，净因净缘呢，那大家人来修菩萨道，那阿弥呢，这个人间呐、啊。社会才会当祥和，那天下呢才会当减灾难。所以，请大家人爱惜惜，多用心啊。